阿龙摆一副给你吧。摆副给啊，等给啊。你讲跌单对吧？我知啊。有我有看到一个抖音看到，按过伊无直播啊，就是抖音有去直播，讲伊在台上摆。卖去卖还是怎样？我知啊。你主头去就我讲，我尽量唔使声张。你主头去，人家讲我，主头去我阿公看的，我看我老公，我做电发条微信啊，无太近嘛。我电话已经讲，啊，伊用好几间你讲款，拢按门样嘛，嘛，同样一模一样。我看无看有影响无？我看我感觉我看啊，有就去不治疗，不治疗，我怪有用。我像我唔使声呀，我用佮人拍无耐，无耐，我见啦。要买，你买贵，好几年前啊吼，我没说没有毛病。这个很老，我们在香港不光可以养牛嘛，还在香港，人家我来做牛了，我们不要啊。哎呀，你可能是，也是人家你可以说，公公的料来，人家都买我赔了，我赔贵，你自己怎么赔？可能是料料啊，一点。我只怕点乜子啊？咁贵，我怕我赚一次系赔工我爸嘅，佢想学自己学用嚟做咩啊？咁样，咁难啊！啊，你睇有钱啊？何必嘛？佢弄间坏佢自家，啊，佢就何必话咗弄间坏？你弄哦？哎呀，你安尼少痛啊？唔知啊。佢点解做住啊？唔系痛啊？我唔系廿二个。所以你要我们当中从厨子还有爱厨爱厨爱厨子的工作你换过来换过来我就给咱们来爱厨子的工作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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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如果煮日之後咁樣，都係平均係都十幾十幾件喎，有嘢攞。要啊，煮咖啡嘛，啊啲多啲嘅。我煮完咗肉哦，之後啲豬肉啊，啊木木包香油，佢又都唔係可能放過吧？咁啊，之後煮豬肉佢唔包裝包嘅嘢。你這種離廚房冇管那個廚子，對啊，你喺離廚房廚子夠得力。啊，太用功啊！像我以前，我在做，我做网咖迄种的，就使厨子。啊，这种的，你厝内婆婆啊，个厨子。对啊，你看厝内在创啊，对啊，这一种厨子在上什么情况？对嘛，你不好吃，无，你也做好嘞，是讲，哎，不止，我也做，有十几间人，我讲叫伊啊，做伊啊，急，你啊，惊死无去啊！会惊的无？对啊。那也无问题。我最近今年一往上上水已经整成几米开嘅，哎。OK， 啊，有帽子，我看一下有没有讲什么，因为我刚才在龙王聊天，今天没有包雨，不好意思哦，回不出道，因为我刚才在跟龙王聊天，他在讲这些事情，回不出道，看一下，鱼蛋哦，鱼蛋现在很贵，不好卖耶，鱼蛋现在不好卖。鱼蛋现在很贵，连高雄新达港现在都不卖鱼蛋了。OK， 我先传这一个，先传这一片。看一下，现在7:15，7:45在弄。德力后早安，那个等一下，
隔壁的水果姐姐要不见了，我以后没有果汁可以喝了，她真的不见了。红杏渣，一般小的多少？这是假的，会不会？不在了，用给你，已经没有了。俊州他说这一盘全部给你1000呐、啊。我看一下那里几只哦，好像14只吧。我自己啊，我自己了。那个这一盘好像我看一下，1、2、3、4、5、6、7、8、9，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哦，看一下，这样子，这样子，这里全部贵，十几只了，只一只1000块，有大小只的，它也只有这些而已。我跟你讲，它今天也没有别的了，它今天值班也大概就这样而已。哇，今天鱼很少啦，这里全部1000块啦。他也不想卖了，他懒得卖那个石斑了。帮你留到几点？你几点到？他今天大概10点吧，我想今天大概10点，10点差不多，今天大概10点。他在往外走啊。David 好早。拜拜。你大概到几点？几胜哦？可能要晚一点哦。慢。我觉得最晚是10点半，那可能超过10点半还是要走哦。12点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俊忠。12点没办法，那就没办法了，不好意思。12点没办法，真的没办法。12点呢、啊？那没有到12点过，不好意思啦。先不三百呀。先跑一百一没办法啦，因为他一定要走。先跑一百一百。不好意思哦。稍微大只，外面塞就快。留在这里不好啦，因为东西被拿走。你跑啊！你放很久了，没关系的，对吧？你放多少？卖，你放一百五，对呀，你放几十。
鲔鱼青肉首选，你要东西最近很高难度哦。我跟他讲，手卷今天应该是没有吧？我看一下，应该不是正吧？没有没有，今天没有手卷。一包两百五，因为鱼钓一包两百五。鱼钓快结束了哈，鱼青早安。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有鱼钓在前面。我来分享我会的，我会哦。好，你要一包 OK， 我帮你留。
乌鱼胶在这里啊、哦，乌鱼胶。我是大老婆，我大老婆了，还到了。哎呀，就这样就靠不完的，会傻巴的有了。哦，能量很大。金明刀。要我找能量很大。我最喜欢三点五的。那个正庙，那个这种鲔鱼可以吗？正庙，明天这种鲔鱼可以吗？礼拜五这个鲔鱼可以吗？正庙，公车大姐，这种也是鲔鱼，都是鲔鱼，这个可以吗？可以的话，就要礼拜五拿去。就讲伊拜三个拜六拢唔来买，我也知影，叫我来遮等你。我怕你来，好呀，我遮来，我叫他们，叫他礼拜五拿去第五市场哦，这个叫礼拜五拿去第五市场。就会恢复原状，恢复那种，这里也是肌肉，那里也是肌肉的身体了。我好认真哦。我咧小咧食袂起啊，我咧就一个人咧轻轻轻轻的，轻轻的用的，食个起。当中食个起，拿把好。拿把。我身材有走功吗？没有啊。但是我希望的是有肌肉线条，而且胸肌有胸肌的形状，有腹肌，有这块腹肌，然后等到背面，然后摊开来，背肌有，然后屁股要翘，然后要大腿要有肉，我希望的是这种身材。但是这种身材就是一个礼拜至少要去四天到五天的健身房才有办法有这种身材。一个礼拜去两天到三天是，两天到三天是不够了。对啊。跟你的呼鱼威一样吗？呼鱼威，呼鱼威180几公分，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林小雪，早安。
每一年两年都要一起培养一种新党诶，红党诶，种个。